早七点问冷暖就在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龙阳。各位早上好，我是孟传东。今天是2019年3月20日星期三，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啊，天气是越来越暖和了啊。龙阳，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路边骑这个共享单车的人越来越多了？还真是，而且我发现到了这个暖和的季节，你就特别有去骑它的这个欲望，想动起来。而且骑着单车呢，平时一方面非常的便利，非常的环保，扫扫码就能骑啊。是。同时呢，骑单车出行呢，还会能感受到这个春光的美好，觉得哎是个不错的选择，出门骑个单车还挺乐呵的啊。那我很好奇，你在去骑这个单车的时候会有所选择吗？当然会做选择了，因为前段时间其实我们也报道过相关的新闻哈。现在这个共享单车企业有一些家呢，这个退押金出现了退押金难的情况，所以一般呢，我自己在选择的时候呢，可能会选择一些不用付押金的单车来骑。你说的这个情况，我想可能很快就会有望解决了。因为3月19日，也就是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了《交通运输新业态用户资金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就网约车、还有汽车的分时租赁以及共享单车等交通新业态的资金和押金管理办法，向社会征求了意见。那对于这份征求意见稿呢，我也注意到哈，其中呢也是规定，运营企业呢原则上是不收取用户押金，确有必要收取的，应当基于协议，用户押金归用户所有，运营企业不得挪用。同时呢，在刚刚提到的共享单车押金退还的问题上，新规还明确规定了押金应当要当日退还给用户，还规定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单个用户账号之内预付的资金金额是不得超过100元。这征求意见稿一出啊，也是立刻引起了关注。那目前呢，管理办法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此您是怎么看的？您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呢？稍后我们的节目也会带来相关的报道，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同时也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抽奖送书的活动，每天我们都会有50本好书免费相送。今天的节目您还将看到以下内容。高铁上乘客突发疾病，医生伸出援手及时救治，病人转危为安，却被索要医师证引发争议，铁路部门向医生致歉。中央气象台发布寒潮和强对流天气双蓝色预警，倒春寒来袭，气温波动大，春耕大幕开启，全国粮食春播面积已完成3.9%，绿色智能成今年新亮点。马路低头族太危险，多国出奇招提醒低头族，地面信号灯、智能人行道罚款并用。聚焦热点事件，搜索实时新闻，一起来走进咱们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我们来关注上榜的第一条新闻。第一条呢是农业农村部表示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势头趋缓。第二条是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办证通关推进放管服改革成效明显，以及上交所发布科创板个人投资者条件，我们来逐一了解。首先来关注第一条，关注非洲猪瘟的最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有28个省份先后发生113起非洲猪瘟疫情，其中家猪疫情110起，野猪疫情3起，大多为点状发生。今年前两个月，疫情月度发生数下降到个位，发生势头趋缓。前两个月，疫情月度发生数下降到个位，发生的势头啊继续趋缓，已有105起，啊，约占93%的这个疫情啊，已经解除了疫区封锁，21个省份的疫区已经全部解除封锁。于康镇表示，目前非洲猪瘟疫情总体可控，只要落实好各项措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态势将会持续向好，不会出现爆发流行。但引发疫情的风险因素将长期存在。我国生猪养殖量占全球的一半，养殖场户中99%以上是中小散养户，这些散养户防疫意识普遍不强，生物安全水平不高，大量生猪长途调运也增加了传播风险。生猪屠宰是连接生猪产销的关键环节，下一步要严格在屠宰环节开展非洲猪瘟检测，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跨省销售生猪产品和年屠宰10万头以上的屠宰企业，以及生猪屠宰加工一体化的企业，最迟于4月1日前
开展非洲猪瘟病毒的质检，年屠宰5万头以上的屠宰企业，最迟于5月1日前开展质检，其他屠宰企业最迟于7月1日前开展质检。公安部昨天召开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家移民管理局2018年共检查出入境人员6.51亿人次，同比增长9.9%。国家移民管理局自去年4月2号挂牌成立以来，在办证通关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便民措施。国家移民管理局自挂牌成立以来，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全面实施只跑一次、异地补换发证件等22项便利政策措施，推出中国公民通关不超过30分钟和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等通关举措。目前，中国公民人均通关查验时间减少至45秒，大型口岸高峰期旅客候检时间环比缩短10分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口岸通关排长队彻底成为了历史。此外，户籍地居民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也由10个工作日减少至7个工作日，超过98%的申请人可以在同一大厅内一次性完成全部申办证件手续。截至2018年底，有1536万名群众享受异地换补发出入境证件7个工作日内办结的便利服务。好，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一条。昨天，上交所发布关于科创板个人投资者条件，即申请前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不包括该投资者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同时，该账户参与证券交易需要达到24个月以上。好，媒体全搜罗，新闻再发现，进入到咱们今天的媒体新势力榜单。首先来关注第一条，随着天气越来越暖和了，这北京的大街上啊，使用共享单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此前呢，和天气一样，曾经经历过热闹无比的共享单车行业呢，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寒冬。现在天气回暖了，但是共享单车企业能不能一起回暖呢？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关注，但是这个结果啊，目前还不得而知。而在这场行业的寒冬里，屡屡被消费者和媒体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押金特别难退。为此呢，不少人就呼吁监管部门对共享单车行业的押金该怎么收、如何收、怎么监管，要更加细化的规定。那么，为了回应这样的社会关切，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了《交通运输新业态用户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交通运输新业态用户资金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运营企业原则上不收取用户押金，确有必要收取的，应当基于协议提供运营企业专用存款账户和用户个人银行结算账户2种资金存款方式供用户选择。在共享单车押金退还问题上，新规明确，押金应当日退还给用户，用户押金归用户所有，运营企业不得挪用。同时，运营企业承担保障依规存入其专用存款账户用户资金安全的主体责任。同时，新规设置了收取押金的上限，其中汽车分时租赁的单份押金金额不得超过运营企业投入运营车辆平均单车成本价格的2%，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单份押金金额不得超过运营企业投入运营车辆平均单车成本价格的10%。在预存资金上，新规也设置了限制，共享单车预存资金不得超过100元，其他交通新业态不得超过8000元。新规明确，运营企业只能将用户预付资金用于其主营业务，不得用于不动产、股权、证券、债券等投资及其他借贷用途。我们觉得，对于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防范和化解风险、引导这个行业规范可持续发展，我觉得都是有正面意义的。在这个办法制定过程中呢，交通运输部和相关部门，广泛听取了这个相关企业在内的意见，而且现在也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觉得这个办法最终出台一定是非常科学的。
提到共享单车的押金退还问题啊，其实本月初我们就报道过共享单车企业 OFO 试水将押金转换成消费金币的消息，当时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那么针对此次发布的管理新规，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了共享单车企业 OFO 方面呢是拒绝对此发表评论，而另外一家共享单车企业哈罗出行则表示，希望新规呢可以净化行业，督促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同时也希望有关部门可以推动共享单车行业的动态化监管机制，实行动态准入的政策，从而来维护行业可持续发展。哪里有关切，哪里就该有回应。既然押金问题已经暴露出来，由监管部门出台针对性的管理办法和规定，就肯定是越快越好。当然，这样的新规又应该是合理适度的啊，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过于宽松。说到这儿啊，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这样一个事情，对于共享单车押金管理新规，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第一时间的官方微博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当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选择摇一摇当中的摇电视，摇动手机还可以进入到抽奖页面，我们每天我们都会免费送出50本好书，期待您的参与。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高铁上有人突发疾病啊，医生及时救治，使病人转危为安，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啊。但是事后，铁路工作人员向这名医生索要医师证，并要求手写情况说明，这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些不解了。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一个经过。近日，网络上一篇题为《女医生高铁上救人，结果却被索要医师证》的文章称，3月17号这天中午，有位姓陈的医生在由柳州去南宁东的动车上，忽然车内广播紧急呼叫，说3号车厢内有一位乘客不舒服，急需有医生乘客帮忙救治。陈医生问询后赶到现场，在对乘客认真检查后，将车上备用急救箱里的藿香正气丸给患者服用。经过询问的相关的病史，然后做了体格检查，然后考虑到他可能是胃肠功能紊乱之类的，然后的话就只能就地取材，然后用了他们车上提供的那个药，然后的话患者腹痛就缓解了。陈医生说，患者好转后，他正准备回到自己的座位，但一旁的列车工作人员却叫住了他，要他提供证件。陈医生表示自己没有携带医师证，乘务人员于是又提出查看他的身份证和车票，拍照存案，还要求写一份本人亲笔并签名的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还在一旁全程录像。事情经过被写成文章发出后，引发网友热议。有部分网友认为这不是行医，这是路人有难出手相助而已，要什么证？救助之前为什么不要证？乘务员有什么权利要求这位医生写情况？不过也有网友认为列车员的做法并无不妥，留言称万一有纠纷，既可以为你作证，也可以为列车撇清责任，要不然纠纷来了，谁为你作证，列车也有连带责任。对此，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客运段官方微博昨天发布一则说明，就女医生高铁上救人，结果却被索要医师证一事致歉。南宁客运段称，出示医师资格证并非规定的程序，留存联系方式和现场救治情况，主要是便于后续医院更好的救治。南宁客运段表示，在处置过程中，列车工作人员未向陈医生做好沟通解释，造成了误解，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反映出对突发状况考虑不周、处置方式欠妥的问题。对此，南宁客运段向积极参与救治的医生及广大医务工作者致歉。当时列车长在要求对方救治医生留下姓名联系方式的时候，在服务用语上面可能表达的不太恰当，与这个当时就参与救治的陈医生产生了一定的误解。同时，我们对历次参与救助的医生和这些好心人的善举也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对一些我们历史上面的服务用语啊，服务的规范啊，我们会加强，以便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对于这件事儿呢，不少人觉得医生救人伸出援手，却被乘务员的举动寒了心。那对此，当时的陈医生是怎么看的？如果再次遇到此类情况的话，他还会伸出援手吗？陈医生说，
自己就当天的情况发了微信朋友圈，是微信好友看到后把相关照片发给自媒体账号投稿，账号运营方在与他进行微信沟通后就发出了那篇转载的文章。文章发出后，列车工作人员和铁路部门也主动和他取得了联系。列车员昨天晚上12点多也给我发了短信，今天早上也给我打了电话，他们铁路部门的相关人员也给我打了电话，他们说他们跟我们沟通出了问题，来向我道歉。南宁铁路方面昨天通过官方微博进行道歉，陈医生对此表示谅解。他表示，不管怎么样，作为一名医生，在有人需要救助的时候伸出援手，这都是他应该做的。以后无论是我或者是其他的医务工作者，在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义不容辞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于陈瑞医生的行为，广西卫健委昨天下午通过官方微博“健康八贵”回应称，这种发扬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精神、保护人民健康的行为符合职业医师法等相关法规，值得表扬和肯定，并希望全区医务工作者要向陈瑞医生学习。那各方的态度啊，让我们觉得还挺欣慰的，但这起事件仍有一些疑惑，亟待得到解答。今后如何才能让好心人在伸出援手的同时可以做到无后顾之忧呢？这起事件中首先引起争议的是医生在列车上救治病人时是否需要出示医师证。我国职业医师法第14条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职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职业活动。但在本法第2条中规定，依法取得职业医师资格或者职业助理医师资格，经注册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的专业医务人员适用本法。对此，有专家表示，在列车上的救人和在医疗机构的执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医师注册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超范围执业，就是对病人实施紧急医疗救护的。对病人实施紧急医疗救护，那么这个具备相应的医疗知识和基础的急救知识的话，那就可以实施，而且呢，并不认为他们是属于超范围执业。还有网友表示，铁路方面要求医生提供情况说明、留下联系方式、全程录像取证行为，是在推卸责任和转嫁风险。对此，专家表示，必要的留档取证有利于对病人后续治疗提供参考，保护的不只是铁路方面的权益，还有救治医生的权益。目前确确实实也存在着说因为这种救治行为产生一些纠纷的情况，当时的这种录像啊，不管是铁路部门为保护自身也好，还是说为了记录当时的实时情况也好，那这种录像其实本身也是对医护人员的一种保护，在态度上面，在说法上面，可能还是需要更加的规范一些。专家指出，急救是严肃的医学问题，即使是专业的医务人员，也不能所有的医学分科做到精通。那么，如何让好心人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伸出援手呢？民法总则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也是我们国家从法律层面对好心人现场救助的鼓励和保护。当然急救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仅仅靠1条2条的法律条款可能还不能够满足我们现实社会的需要，所以我们呼吁国家尽快出台国家的急救立法，从一个国家层面全面的系统的去阐述规定急救的方方面面，这样呢才能促进我们国家在社会大急救体系建设中更好更快的发展。主动响应求救，伸出援手，事后呢却被要求要写情况说明，之所以会引起如此之大的争议啊，主要还是因为此举多多少少会给人一种过河拆桥的感觉。而更让大家焦虑的是，其实此举啊很有可能会挫伤那些真正可以参与救援的人的积极性。既然在列车上广播找医生的事情时有发生，那铁路部门就应该制定一整套的操作流程，要尽最大的限度来维护施救者的权益，并且避免任何强人所难的要求。例如，如果这铁路部门是为了事后感谢救助者，那么留不留姓名、怎么留名，都应该是充分尊重施救者自己的意愿。而如果是为了减少救援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的误操作，那也该事前核实身份，而不能秋后算账。
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更加加倍的去呵护那些单纯的善意和爱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的温暖。好，关注完这样一条新闻，我们再来关注本组新闻的最后一条新闻。日常购物时啊，你会因为超市不找几分钱的零钱而愤而起诉吗？这在很多人看来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在西安人肖绵明的眼里呢，却觉得一点都不小。今年的二月份，他到超市购物的时候发现少了四分钱，联系客服，客服告知呢系统设置如此，于是他将超市告上了法庭，目前法院已经立案。对于这个事儿啊，有人觉得肖先生呢有点强人所难啊，为了四分钱不惜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看上去呢是有点找茬，是小题大做。但是从维权的角度来说啊，这是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选择和理所应当的态度。我可以不在乎几分钱，但这不意味着超市找零的时候可以擅自四舍五入。超市在商品定价的时候，既然定到了分，那么顾客买单时必然到分，那你就应该做好这样找补零钱的准备啊。当然呢，这事儿也反映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在分币几乎不再流行的时候，那么如何解决分币的计价与找零问题呢？不管是采取四舍五入的办法，还是像有人提出的去伪抹零的办法，从规则和制度层面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应该不难，只要形成正式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和制度啊，按要求去做，那就不会再次出现此类的情况，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避免这样四舍五入而带来的不愉快了。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新闻，接下来是由龙阳为您带来第一时段的看天下。关注天气，这两天呢，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开启了升温的模式啊，很暖和。那昨天呢，北京、天津、石家庄还有济南等地的气温也是一路攀升到了25摄氏度左右，创下今年的新高。不过，各位先不要着急着收冬衣啊，因为冷空气很快就会杀个回马枪，带走温暖的春天，雨雪降温即将登场。那么昨天上午呢，中央气象台也是发布了寒潮和强对流天气的双蓝色预警，春天气温波动较大，提醒您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呢，昨天凌晨开始，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林区是迎来了降雪降温的天气，其中呼伦贝尔地区的温度最低为-11摄氏度，预计今天明天啊两天的时间冷空气都会继续。在位于林区最北部的根河市满归镇，整个小镇被大雪笼罩，最深积雪厚度超过15厘米。受强降雪影响，昨天满归镇发往海拉尔和黑龙江省漠河市方面的客运班车全部停运。尽管强降雪给当地百姓出行带来了不便，但极大缓解了林区春季防火的压力。内蒙古气象台预计，今天全区大部气温降温幅度将在8摄氏度左右，局地降温幅度达10摄氏度。同时，东部偏南地区可能出现暴雪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
同时，相关部门要早做准备，防范大风和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造成较大影响。再到吉林看一看，最近的一周时间，吉林长春升温非常的明显，最高温度达到了19度。但是短暂的气温回暖之后呢，又是一轮雨雪天气的到来。受较强暖气团的持续控制，长春最近几天气温骤升，18号、19号气温增幅较大，最高气温达到19摄氏度。每年好像比这冷一些，前几天都穿的棉服吧，今天就穿的稍微薄一点。伴随骤升的气温，还有大风天气。19号，吉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松原大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大部、通化北部有5到6级西南风，瞬时风力可达7到8级。短暂的升温过后，今明两天，长春又将迎来雨雪天气，最低气温-4摄氏度，冷暖变化剧烈，提醒人们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相关部门做好清雪除冰工作，同时做好防风防火和防尘工作。昨天早上，安徽淮河以南的地区呢出现了大面积的大雾，部分路段能见度只有50米左右，导致了14条高速一度全线封闭。随后呢，安徽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雾的黄色预警，目前大雾已经散去，高速公路全部恢复通行。19号早上，记者在安徽明光城区看到远处的高楼掩映在浓雾之中，若隐若现，部分路段能见度只有50米左右。由于大雾弥漫，部分路口看不清交通信号灯，给行人和车辆出行带来了不便。为确保路口畅通有序，当地立即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民警提前上岗，加强道路疏导工作，有效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加大巡逻管控力度，及时引导车辆安全通行。受大雾影响，安徽境内14条高速全线封闭，其中在明光市境内的104国道上，当地组织交警、特巡警等警种在强浓雾路段指挥疏导车辆有序通行，也提醒大家出行前随时关注好路况，注意安全。截至昨天下午1点40分，大雾已经散去，封闭的高速已经全部恢复通行。从昨天中午开始，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遭遇了大风沙尘天气，黄褐色的沙尘呢是笼罩天空，能见度不足百米。从昨天中午1点开始，巴州若羌县开始出现5到6级大风，并伴有沙尘暴，最小能见度只有50米。强沙尘天气给当地交通和居民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路上的行人纷纷戴上了口罩。为应对沙尘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地交通和电力部门启动了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开展交通引导和供电线路巡查。今天白天，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部山区风力最大可达8级，部分地区的扬沙或沙尘暴天气还将持续，提醒大家做好相应防风防沙措施。昨天早上6点多钟呢，云南省金平县是突然降下了冰雹，这场冰雹呢也是近30年来当地最大的一场冰雹，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是19号早上居民手机拍摄的画面，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冰雹铺满街道，部分车辆的挡风玻璃被砸破，一些屋顶的瓦片和太阳能热水器也被砸坏。我去关窗户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其实是冰雹，就是我手上呢也被砸了好几下，特别的疼。据金平县气象局介绍，此次冰雹是近30年来最大的一次，冰雹造成当地民房、居民家庭财产不同程度受损。受西南气流影响，19日6时至8时，金平县出现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冰雹、大风天气。县城观测站观测到冰雹最大直径30毫米，最大堆积厚度28厘米，为近30年来最大一次冰雹，实属罕见。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目前正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影响着我国。那么这一次冷空气过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具体又会影响哪些地区呢？我们请气象主播孔德翘来说一说。早上好，德翘。早上好，龙阳。那这一时段天气，我们就来重点说一说这股冷空气。本轮冷空气的特点呢，就是影响范围非常的广，而且降温的幅度非常的大。先来说一说降温的情况。其实昨天，在
我国的北部的很多地方已经稍有降温了，而今天呢，其实对于北方影响是最大的一天，西北地区东部还有东北华北这一带都会出现非常剧烈的降温，降温幅度会在10度左右，尤其是在东北以及内蒙古这一带，降温幅度甚至会在10到14度之间哈。我们来看几个北方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天津和济南，昨天最高气温还能在25度上下呢，那今天就只有10几度的样子了，所以今天稍微厚一点的外套要带好了。在南方呢，今天其实冷空气还影响不到，而且气温还会继续的回升，创下新高。不过呢，明天开始哈，这个冷空气就会到达江淮、江南这一带，带来比较明显的降温了。之后呢，还将会继续的向南蔓延到华南这里。不过要说一下的是，由于之前呢，其实温度都是偏高的，所以即使是这次冷空气降温非常的猛烈，也不会回到冬天那种天寒地冻的感觉了。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担心哈，龙阳。那这股冷空气会不会带来明显的雨雪呢？德乔。刚刚我们提到，其实今天冷空气将会给北方带来降温哈，而雨雪方面其实已经要在南北方都要展开了，北方主要是在东北华北这一带，南方主要是在江淮江南这里，要关注在内蒙古和东北这一带今天还将可能会飘落雪花，另外在南方像是江淮江南这一带的安徽、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还将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且这些雨下的比较大的地方还将可能会出现雷暴或者是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北京今天可能也会有一些小雨出现，而且可能会打雷。那今天呢是惊蛰节气的最后一天，很多地方将可能听到雷声阵阵了。到了明天呢，华北这带降水减弱，不过呢，东北这一带呢，降雨呢还将会持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像是东北的不少地方还将可能会有些降雪出现，另外在南方哈，降雨的范围将会进一步的扩大。那明天呢就是春分节气了，可能明天春分节气的开始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清秀温柔，多了一份雨雪，而且是乍暖还寒。好，天气我们先说到这儿了。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据美联社报道，有消息人士披露，美国检察机关正在调查波音公司737 MAX 系列客机所获安全认证和所受监管情况。这名消息人士18号确认，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个大陪审团在3月11号，也就是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客机失事第二天发出传票，对象是参与波音公司737 MAX 系列客机开发的一名人员，要求此人提供电子邮件、信息和通信文件。与此同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美国交通部正在调查美国联邦航空局在认证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安全过程中是否存在过失。调查主要针对这一系列客机特有的防失速系统、机动特性增强系统。目前航空局正在研究这一系统是否同时在失航和埃航两起空难中出现过问题。此前调查显示，失航失事客机因传感器读数错误使飞行控制系统发生误判而导致坠毁。另据美国西雅图时报报道，由美国联邦航空局安全技术人员表示，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飞行控制系统的安全评估存在严重缺陷，航空局为减少开支，2009年起将自身承担的部分检验业务指定授权交由飞机制造商或第三方专业机构承担。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包括防失速系统的部分安全检验程序由波音工程师操作，这些安全技术人员称，波音交给航空局的安全性分析报告显示多处关键瑕疵，对这一系统的潜在风险轻描淡写，但航空局没有要求波音做进一步说明，而是依程序予以批准。波音总裁丹尼斯·米伦伯格18号晚发表公开信称，公司正在采取行动确保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的安全性。这是波音高层在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飞机失事后的首次公开表态。
视线转向新西兰，15号发生在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的枪击惨案令人震惊，而直播枪击过程的社交媒体更是引发了多方质疑。新西兰警方警告称，任何传播克莱斯特彻奇枪击事件现场视频的公民都可能面临10年监禁。15号，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市两座清真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造成50人死亡，目前仍有30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9人伤势严重。发生枪击事件的过程中，嫌疑人塔兰特通过社交媒体直播行凶过程，时间长达17分钟。行凶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被传播，不少人质疑社交媒体几个小时后才制止视频的传播，行动太慢。18号，新西兰警方对枪击事件嫌疑人塔兰特在网络上的极端言论进行了清理，并关闭了一家网站。新西兰警方警告称，任何传播克莱斯特彻奇枪击事件现场视频的公民都可能面临10年监禁。新西兰总理阿德恩1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一些社交媒体已与他取得联系，通报了有关删除视频等最新信息。他将尽一切努力阻止克莱斯特彻奇枪击事件嫌疑人塔兰特利用任何场合宣扬其极端思想。I agree that is absolutely something that we need to acknowledge and do what we can to prevent the notoriety that this individual seeks, and that's probably a conversation we need to have with all of you. 非洲南部多国日前遭强热带气旋伊黛重创。据法新社的报道，伊黛在莫桑比克已经造成了202人死亡，这个数字恐怕还会继续上升。莫桑比克总统纽西19号宣布国家进入到紧急状态，并于当地时间22号起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莫桑比克的邻国津巴布韦也同样遭受了伊黛的侵袭。据路透社报道，伊黛已造成该国98人遇难，200多人失踪，且伤亡数字还会继续上升。津巴布韦总统目前已经宣布这一事件为国家灾难，并呼吁国际社会对津巴布韦进行援助。另据报道，伊黛的中心已离开了津巴布韦，转移到马拉维，强度也有所减弱。最近，美联社通过研究气候数据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近20年，美国全国各地高温天气出现的次数是远高于低温天气出现的次数，而高温记录被刷新的次数是低温记录的2倍。气象学家认为呢，这一变化和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有关系。这种现象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市更明显。今年2月，帕萨迪纳市刷新了它的最低气温记录，而上一次帕萨迪纳市刷新最低温记录还是在1999年。然而，在这近20年的7203天里，这个城市已经145次打破自己的最高气温记录，其中最新的高温记录是去年夏天的45摄氏度。The summers are really, really hot, like unbearably hot a lot of times. 加州帕萨迪纳市并不是个例。美联社调查了全美国400多个气象站的数据，发现在1999年之前，全美国高温记录和低温记录出现的频率基本是相同的。但是1999年之后，最高气温的数量比最低气温的数量多出1倍。在美国西南和东北的某些地区，高温记录与低温记录出现的比例甚至达到了3:1。Every season there were more hot records than colds.And in some regions, it was actually much higher. 气象学家表示，这个变化表明我们的地球正在变暖，它能让人们切身体会到气候变暖给生活带来的影响。人们或许会因此自发地为对抗气候变暖行动起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呢，低头族越来越多，于是多国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在危险的马路边提醒低头族。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个繁华路段，可以看到路口的地面上多了一些特殊的 LED 灯，它们位于人行横道的两侧，能够发出信号指示。We cannot take their eyes out of the smartphone into the road, so we start thinking of finding ideas of putting the road into their eyes. 这些 LED 灯通过电缆与传统交通信号灯相连。目的是打造一款地面交通信号灯。
When I cross the street, makes me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ffic lights, to the cars, to the road, to everything around me. Great. 韩国的天安市在一个路口的人行道上也安装了闪烁的红黄蓝 LED 闪光灯，同时通过一款手机应用程序，电线杆投射的激光束还可以及时反馈到手机屏幕上，提醒正在使用手机的行人注意。雷达감지기와여러상카메라로보행자와차량이오고있음을감지하고감지된정보를바닥노면경광등과또스마트폰앱을통해서보행자와차량에게정보를주어서스몬비교통사고를막도록하고있습니다研究人员通过对1000辆车的测试，结果显示地面闪光灯的有效率为83.4%。研发者希望未来能在更多地方推广这套预警系统。这套预警系统造价约为1500万韩元，约合8.9万元人民币。2016年，德国巴伐利亚州奥格斯堡市一名15岁女孩因过马路时玩手机被有轨电车撞倒身亡。为了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奥格斯堡市在电车轨道两侧的地面上嵌入了醒目的红色 LED 灯，每当有电车靠近时，红灯就会闪烁，引起行人的注意。Ich finde es eine sehr gute Idee, weil wenn man zum Beispiel Kopfhörer drin hat, dann kann man die Straßenbahnen nicht so leicht hören. Und wenn man das dann sieht, dann ist es einfacher und besser. 此外，也有一些国家对低头族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例如，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市于2017年7月出台规定，行人过马路玩手机将被处以罚款，其中初犯罚款15至35美元。一年内再犯将罚款35至75美元，第三次违反规定则罚款99美元。立陶宛政府也从2018年11月起禁止行人过马路时使用手机等移动设备，违者将罚款20至40欧元。世界各地还有哪些事件引发关注？我们去到现场去看一看。前不久，印尼巴厘岛上演惊险一幕，一名身着粉色长裙的女游客正张开双臂，面带微笑准备拍照，不料身后巨浪猛然袭来，瞬间将女子吞噬，现场发出惊恐的尖叫，所幸女子最终被安全救上岸。当地媒体称，事发地海浪平均高度4米，许多船只都不敢靠近，提醒游客安全第一。美国一名极限运动爱好者高空走绳的视频近日走红网络，只见他赤脚走在横跨深谷两侧的软绳上，起初动作稍显慌张，但很快便在绳上完成了一连串高难度旋转动作，几乎完美地保持了平衡。软绳随着男子的翻转不断上下弹动，男子身上并没有严格的安全措施，似乎随时可能跌落深渊，看得人心惊肉跳。16号，一头年幼的雄性柯氏喙鲸在菲律宾南部海岸搁浅死亡。专家验尸后发现，这条身长4.7米的幼鲸体内竟藏有超过40公斤的塑料垃圾，其中包括16只米袋、4只巨型香蕉袋以及数不胜数的塑料购物袋。由于无法消化体内的大量塑料，幼鲸胃部出血休克死亡。非野生动物古块收藏馆表示，过去10年检验的61头海豚和鲸的尸体中，57头是因胃内积聚垃圾和塑料致死。继续来关注到山西乡宁315山体滑坡至房屋倒塌的相关后续。截至到昨天下午5点，滑坡现场又发现了一名遇难者的遗体。目前呢，共有13人获救，16人遇难，另有4人失踪。16具遇难者遗体已有15具被家人认领，善后工作也已经展开。剩余一具遇难者遗体的这个认领工作正在做 DNA 的比对。那么前期10名在医院就诊的伤员当中，其中1名伤员已经治愈出院，其余患者目前病情稳定。共有30多名专家赶赴现场监测地质情况。那么目前各项监测数据指标正常，搜救工作仍在有序展开。15号18时10分许，山西临汾市襄宁县枣岭乡卫生院北侧发生山体滑坡，
至一栋卫生院家属楼和一座简易用房、一栋信用社家属楼、一座小型洗浴中心楼垮塌。18号清晨，滑坡现场下起了小雨，高悬在救援工作面最上方的一座垮塌住宅楼底座出现位移，滑坡面出现裂缝。抢险救援指挥部立即确定了排险方案，通过长臂吊车吊人高空作业，对住宅楼底座进行了钢丝绳牵引加固，同时对事发区域的四个作业面进行重点监测。根据现场监测情况，目前各项地质监测数据指标正常，搜救工作还在开展中。抢险救援指挥部表示，一定要将每一位失联者找到。再来关注到春耕。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止到3月19号，粮食春播已经完成了意向面积的3.9%，和去年同期进度相当。目前全国已由南向北全面进入到春耕生产大忙季节。那么绿色发展是今年春耕生产的突出亮点，推广双低农药为农产品增绿，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我国多地都在加快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在山东青岛，眼下是给桃树打药的关键时间。果农张本俊说，他今年使用的农药有些特别。我用的是双低农药，低度低残留。张本俊有30亩果园，去年收入了20万元。今年使用双低农药种出来的水果比普通水果价格要高20%左右，预计收入还能增加不少。江西省高安市通过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鼓励农民恢复种植绿肥。当地农业部门组织技术人员上门指导农户如何使用测土配方小程序合理施肥、科学春播。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这个 APP， 可以自动定位到每个地块，根据每个地块的土壤结构给出一个科学的合理的施肥建议。高安日前完成了耕地地理评价，应用测土配方数据构建了当地测土配方施肥综合信息服务系统，这让农户随时能了解自家田地施肥需求。以前种田填平几年，化肥农药用得过多，效果不一定很好。现在好了，用小程序，它能指导我们怎样施药、怎样施肥。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负责人表示，绿色是今年春耕生产的亮点，各地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保持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加快节水农业发展，农药化肥包装废弃物回收。又是一年春耕时，由于广东高州市最近的降雨频繁，雨水充足，春耕比往年提前开始了。当地农民采用的机械化耕种让春耕更有效率。在石鼓镇三文田村高标准水稻种植基地里，多台大型耕田机在农田来回穿梭，一亩田地不用20分钟就能平整出来，用插秧机插秧，一亩田地不到10分钟可以完成。比起以往用水牛犁田，人工插秧的耕作方式更加省时省力。廖真健是三文田村的水稻种植大户，种植水稻面积达480多亩。从2017年开始，他就开始使用机械化耕作，到今年春耕，无论是耕田、插秧、施肥、收割，还是烘干，都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操作。以前呢，我就系18点做工，我就40个日、30个、40日插柴。而家我正常就系4天就插柴的了。一个人工焊的，但一个快，质量好。据了解，高州市从2003年开始向全市农民推广宣传机械化耕作。目前，高州市耕田机和收割机的耕种机械化普及率已达90%以上。下一步，当地还会继续向农民推广自动化插秧、无人机喷药等设备，未来将实现全程机械化耕作。春天既是播种的季节，也是收获的时光。在广东湛江雷州半岛，农民正在抢抓农时，忙春种，忙春收。3月中旬，春耕已经开始一段时间。在素有广东第一田之称的雷州东西洋，不少田地一排排秧苗已整齐挺立。刚播种的农田里，农民正忙着施肥除草。位于雷州克路镇横山村这片4500多亩的垦造水田基地，管理者已使用无人播种机，给现代化农业做出最直观生动的诠释。一天的话，我们按照一台机标准的话，就一天做150亩。现在都是机械化，我们以前20亩都不敢种，我们现在都可以种，我自己种都有10000多亩地，都是人工的话，机械化，不超过20个人。
而在麻章聂村另一个种植基地，农民一边正抓紧时机清理刚收获的草莓地，抢种青瓜茄子，一边忙着采摘橙黄大红的五彩椒装箱上市。青瓜和红茄呢，在张家来讲，现在抓紧种呢，才那个气候啊才合适。如果说没有抓紧再种呢，过了一段时间了，天气热了就种不了了。据介绍，今年开春以来，湛江全市春播作物已播种297.7万亩，为确保今年粮食丰收和农产品有效供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月中旬左右，云南省也已经进入到了春耕的阶段。根据西南地区地理位置、气候多样化等特点，今年云南省推广了综合种养绿色模式，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在宣威市宝山镇500亩马铃薯基地，一台台马铃薯播种机正在展开起垄、播种、施肥一体化作业。这样的机械化播种方式不仅提高了播种质量，也大大节约了人力和物力。在当地政府和农业部门主导下，组建了村集体主导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统一流转土地、订单化种植加工型马铃薯品种，保证了销路。同时使用生物有机肥和侧土配方肥，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优先使用贫困户在基地务工，搭建了贫困户就业平台。现在全市啊，1万顷，72万亩大型马铃薯播种，按计划80万亩的近90%；完成玉米播种61万亩，占全市计划120万亩的50%。预计呢，在3月底大型马铃薯会全面结束，玉米呢在4月20号左右会全面结束。宣威地处云南东北部，属于山区半山区，常年平均气温较低，降水较少。当地重点发展马铃薯、中药材、蔬菜等特色经济作物，建成带贫基地21万亩，带动17万多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在云南省所辖的16个州市，当地农业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建设并启动了种子市场监测信息发布平台，对种子质量进行监管。同时，种植业投保覆盖面积1500万亩以上。春耕时节，在江苏泗洪县，当地农民沐浴春光，开始整地播种土豆，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春耕景象。时值春土豆种植的最佳日子，在江苏泗洪县金锁镇田间地头，十数台机器正在刨土、松土、整地播种，为今年土豆的好收成忙碌着。经过去年的一个这个整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我们所有的种植主体啊，包括支部书记啊，然后我们都集中在我们这个双吴的一个马铃薯种植园。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呢各个主体呢能相互这个协调，一个相互这个沟通；另一方面呢，也方便我们这个技术员对于我们这个各个主体呢进行更好的指导。高空俯瞰春日田野，土豆播种机轰鸣声与农民们忙碌的身影构成了一幅田园春景。土豆种植户汪帅承包了260亩土地，进行软籽石榴和马铃薯套种，一年可以带动10多名贫困户就业，每年的纯利润可达30余万元。今年的话，因为吸取去年的教训嘛，然后网上的技术大概按照我们的估计的话，一亩地应该是将近3000左右。随着气温逐渐的回暖，全国各地的茶园也陆续进入到了采摘期。3月18号以来，河南信阳的光山县春茶就迎来了开采期，近100名采茶工和茶农陆续走进了茶园，开始采摘刚刚冒出的新芽。据了解，现在开采的茶叶均为光山县吴姓系茶园栽种的中茶108、白毫藻、乌牛藻等优良茶叶品种。这些品种茶叶一般较传统的信阳毛尖早1周左右成熟，且茶叶质量和口感都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采茶工踏进茶园，快速地将叶芽从指尖摘取到手心，从手心丢进竹篓，不一会儿竹篓里就铺满了新采的青茶。今年的天气特别适合茶叶的生长，茶叶长得都很饱满均匀，数量多。光山县是信阳毛尖的主产区，全县现有茶园面积24.5万亩，2018年产干茶8835吨，产值9.05亿元。前段时间持续的连阴雨天气使茶园土壤水分充足，营养适正，有利于春茶萌芽。现在开采又是晴朗天气，所以
今年春茶品质会特别好，产量也会较往年增加。我们再去陕西看一看，在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的生态茶园里，不仅能够赏得春天的好风光，还能够品得一杯好茶。在一块120多亩的高效密植生态茶叶基地里，记者看到厚实的丹芽长势喜人，采茶工人穿梭在一垄垄茶垄间，精挑细选采摘着丹芽。早春茶开园后，采摘虽然量小，但春茶产品仍然很抢手。我们每天都请到70多位采茶工人前来采茶，每天能采一杯50多斤现叶，预计能制作30多斤干茶。因为我们这个茶叶使用有机会种植，这个茶叶的品质比较好，每天出来的茶叶都是供不应求。目前陕西安康市平利县有超过14万亩丰产茶园，由于受去冬今春天气干旱的影响，早春茶大规模开采比去年推迟近半个月。2月下旬，香椿开始陆续上市，但是最近呢，不少网友感叹，即使月收入过万，也享用不了时下的香椿，因为在一些地区呢，香椿的价格竟然超过了200元一斤。那么香椿现在的行情到底怎么样？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走访调查。在南宁淡村综合市场上，售卖香椿的摊位并不多，在一处摊点上，有一小扎香椿卖到了35元一斤。摊主李女士告诉记者，往年香椿的价格没这么贵。平时15、12、10块都有，今年天气很冷啊，涨不了，涨不了就它不是季节，它产量低的就有贵的呀。记者接连走访了几处摊位，最便宜的香椿也要30元一斤。摊主坦言，香椿本就属于季节性产品，在2月底刚上市，价格最贵，品质也最好。等到旺季的时候，香椿大量上市，价格就会降低。如果天气暖的快的话，它便宜很快，应该10天半月啊。而在南宁的一家大型连锁超市，记者找到了有保鲜包装的香椿，零售价在9.9元一盒。去掉包装称重后，一盒香椿的分量大概在2两左右，算下来大概50元一斤。随着最近几天气温的回升，香椿陆续上市，价格也不断回落。记者在上海奉贤区的一家生鲜超市看到，这里的香椿售价为25元每斤，而在附近的一家菜场，香椿的售价在每斤25元到32元不等，比刚上市的时候便宜了2/3。四川的吗？南的，是那边过来。对，杭运来的。杭运过来。对。那都是基本上这段时间都是卖的外地的，基本。对，基本上本地的还没上市，上市以后也会便宜点了。今年以来呢，鸡肉的价格一直是处于高位，常买鸡肉的人会明显感觉到鸡肉变贵了。鸡肉价格为何会持续走高？这又会给整个肉鸡养殖行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山东青岛宁夏路一家超市，各种鸡肉分割产品整齐排列，常买鸡肉的市民明显感觉鸡肉比以前贵了不少。你看那个琵琶腿，原来8、9块，现在12块，都涨了吧？鸡翅22、23，现在29。春节以前起来的，到现在没有跌反涨吧？我感觉。数据显示，最近一周活鸡的价格从每公斤26.79元涨到每公斤28.25元，增长了5.44%。业内人士表示，目前鸡肉价格大涨，主要是源于上游鸡苗价格的刺激。今年的1月份，鸡苗从5块钱一只，到现在的10元钱一只。下一步毛鸡的行情我们也不清楚，所以10元钱一只的小鸡苗我们就不敢上了。以目前的价格计算，2只鸡苗的价钱等于4斤重的毛鸡，如此高的成本让不少养殖户望而却步。而随着鸡肉价格的上涨，以鸡肉为原料的加工厂生产成本也随之增加。以琵琶腿为例，去年同期2018年同期价格在9元到10元左右每公斤，今年的采购价格在14元左右，也就是说同样一吨原料，我们采购的支出的金额比去年要多出5000块钱左右。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终端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提升，鸡肉市场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间。目前我们下游的消费市场还没有真正拉动起来，但是呢，随着这个猪肉市场的低迷呢，鸡肉市场消费量肯定会大的突破。